上人陈振聪在已故华茂集团主席龚如心遗产案入面败诉，伪造同行使遗嘱罪名成立，被判囚12年。陈振聪在狱中行为良好，同埋扣除假期，服刑8年之后，今日刑满出狱。今朝早9:35步出赤柱监狱，首先同到场迎接嘅屋企人拥抱。陈振聪见到传媒嘅时候，凭讲多谢，并且话辛苦晒。而被记者问及身体情况嘅时候，佢就回应 OK 噶，好好。至于未来有咩打算，佢就以未谂到作回应。之后陈振聪乘坐一架七人车离开，同屋企人前往薄扶林道坟场拜祭亡母，再翻屋企同妻子、外母同埋亲友相聚。